但是到了海边，我其实是有心理障碍。气泡滑掉，继续。我们的新同学好像来喽！哎，陈如妮，你好！来，大家好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早安！我基本上我水性不好，对你说在游泳池那些都还好，但是到了海边，我其实是有心理障碍。学霸，拿自己的板子。今天小曹同学，你来大旗国小，那你今天一定要学会冲浪。体验今天，我是教练，给你学一个长板，这么大，让你练习。白忙一场，来两个一组，快玩，骑马的把对方的帽子摘掉，最后没有被摘的就是胜利。好，结业式，很怕那种见不到底的海水。撑起那个板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，有中，可以。